蜂农徒手处理蜂巢，这些辛勤采蜜的蜜蜂就是重要的生财工具。但受到气候影响，今年荔枝、龙眼开花率偏低，蜜蜂们采的蜜也不如预期。等你花呐开了无水，阮蜂农的收成嘛是影响真济啦。你像南部只有两三成咧。蜜蜂采不到蜜，连带影响蜂蜜产量，收成恐怕不到过去的两到三成。屏东蜂农无奈，没花蜜可采，成了间接受害。偏偏产量少，又不敢涨价。行去了，人可以走伊啊。哎，这个营养拢有补助嘛。哦，讲希望讲政府伫这个艰苦的时阵哦，会当甲蜂农做一笔资力安尼啦。甚至有一个蜂农，他养了270箱，他才收了500多斤的蜜。不止南台湾屏东，中部情况也不乐观。苗栗蜂蜜收成不到往年两成，民意代表也帮忙请命，希望中央帮帮忙，别让蜂农血本无归。让蜂农一定是损失的，只是让他的损失减少，最起码让他们可以养家糊口。苗栗县每年都办龙眼蜜评鉴，今年也因为蜂蜜量少被迫停办。虽然高雄评鉴照常，但蜂蜜减产情况全台都有。今年想吃口香甜蜂蜜，恐怕得有涨价的心理准备。民视新闻洪明生、邱俊超，屏东苗栗综合报道。